卡遐尼侪电话，总算是通啊。佳瑶应该是到台湾啊。拄则毋是才讲要专心需要尔，结果嘛是讲一套做一套。佳瑶才拄转来台湾尔，都马想要来抢人啊！我得直接关机，看你阁要安怎找啦。电话哪会切掉？您拨的电话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既然把我关机，刷刷去，直接发讯息给伊，我家己去陪伊。你慢走。我别走了。你讲的敢是真实？你别走。你放心，我袂骗你，我去写一下资料的，好。无论如何，我拢爱甲你留伫诶我身躯边，绝对袂当互你离开我。妈妈，哎、欸，思思，啊，你哪走来遮？哦，啊，着拄好即摆有时间啊，所以着赶来看阮大官。哦。哎，啊，佳瑶，伊毋是讲今仔会到，啊，又讲几点？应该两点要到啊啦。啊，快点，我有传讯息互伊，啊，伊看到着是赶过来。哦，妈，哈，啊，听阮爸伫咧电话内底讲到无清无楚，到底是安怎？奈会出事啊？啊，可能是恁阿妈哦，你煮物件无去注意到啦。安尼，讲实话，我等你斗三工。免啦，只剩你斗三工就好啦。加油！哎，加油！哎，你多少人？对啊，这公司的报账收据你再说吼。哇，不行啊！佳瑶啊，啊，这个时阵你敢不是伫咧飞轮机顶？对啊，拄只思思佫讲卡，你电话拢卡袂通。哦，啊，恁奈，我恁奈一时啊赶到位啊。都，你有看到我传互你的讯息嘛？看到爸卡转去啊？啊，所以随挂过来嘛。我得接到思思的讯息，我讲爸的卡断去，所以我唔才随挂过来。嗯，说。嗯。不知佳瑶是不是对这件事错了？是啊，啊，拄才思思敢毋是甲咱讲，伊传简讯互佳瑶，有甲伊讲，小聪住伫倒一间的病房，啊，伊走入去急诊室找人要创啊？